好，我们看第二题。他说现在有一个矩阵啊，无穷大，它倍数有无穷多了，啊，行数也有无穷多，然后它的元素哈、哦，它的里面的排列倾是这样子，哦，这是一，啊，再来是三、五、七、九，这样算上去，哦，都是奇数了，哦，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算上去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看成是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，这样算过去。所以如果第 n 项啊，第 n 项的话哈，它的数字有多少？就是那个2n 减一，啊，它数字2n 减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现在来看看这个第一小题。第一小题它是说哈 ，a 二九。A 二九等于多少？那这啊，这是等于呢那个第二列哈、哦，第九行，哦 ，A 二九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先算什么呢？先算 A 一十 ，A 一十。那 A 一十跟 A 二九差了差二，我把 A 一十算出来以后减二就是 A 二九。好，那现在 A 一十是多少呢？A 十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看啊，可以这样看，就是说我们这样算过去嘛，到达 A 十的话，总共有几项？就是说是，那个大 N 哦，有几项呢？就是这个是一嘛，二、三，这样一直算过去，算到十，哦，算到十，就是有一加二，一项两项嘛。加三项一直加，加多少？加到那个 n 哦，比如说这是，比如说这是 a 一 n 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就一直加，加到是加到 n， 那现在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二分之 n，n 加一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它现在哈，现在这个n 现在是如果是十，好，那 a 一 n 哈。这数字多少 ？a n 这个数字啊，数字就是这个，就是二大 n 的减一啊，就是二乘以哈，二分之 n n 加一减一啊，所以这个等于 n 平方哈加 n 减一，也就是说哈，这是第一列的第 n 行。那个元素哈、哦，是等于 n 平方加 n 减一。好，现在我要算 a 一十，哦，那 a 一十多少 ？a 一十啊，这等于多少？带十，就一百，带十一百，加十减一，所以这是等于一百零九。啊，这是一百零九的话，这就一百零七，因为这个是差二嘛。哦，这是奇数啊！哦，这个跟这个差，这个这个跟这个差，所以 A 二九是一百零七啊！哦，这是等于 A 一十哈，减二的，就等于一百零七。这是第一小题。好，啊，第二小题是问的哈，问说哈，如果 A I J 哈等于多少呢？一百九十五的话。那他现在问这个 i j 是多少？好，那这个我们现在哈怎么做哈？我们现在先来算这个什么？算这个项数。项数的话就是说哈，这个195哈，195的话等于多少？哦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我们看是第几项？这个是等于2n 哈减一嘛？这是第几项呢 ？n 是等于二分之多少哈？ 196，所以是等于298、280，第98项就是这样算，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这样子算，这第98项。啊，第98项的话，我们现在算什么呢？算说，哦，第98项可能在中间嘛，
我们要算哈、哦，它前面的那一什么那一斜线哈、哦，那一斜线的最上面那一个，我那个斜线最上面那一个，好，啊，这斜线的那个等于是左上角，这全部的和多少？全部的和，好，假设这个是这个那个，这个斜线的哈、哦，这个。最上面的那个哈、哦，那一项是 A E N 的、哦、哈。那这样，这里的话总共有几项呢？总共有这个是二分之 N 多少？二分之 N，N 加一啊。总共这么多项，它现在总共的项数是98，所以这个哈、哦、它是小于98的，小于98，那代表什么东西哈、哦？代表这个 n 的话哈，最大要多少 ？n 最大是多少？叫 n 平方哈，直接把它擦掉好了。n 平方加 n 哈，这是100多少呢？298，196，减掉196哈，小于零，哦。286嘛，29是89，所以这 n 的话哦，它是小于多少呢？二分之负 b 嘛，加根号 b 平方，减4ac 哦，4×196，哇，这是这样算出来大概多少？这是196×4嘛，哈，啊加一。等于多少呢？785再开根号0.5，等于再减一，等于再除以二，等于13.5啊，这是13.5了。所以 n 最大是多少呢 ？n 最大是那个13，所以 n 的话是等于13的。所以这一项是 A1 13。好，那所以哈，这一项哈就是 A 哈1 13的。好啊，这个是第几项啊？第几项我就把它带进来。好，带进来的话多少呢？就是2×13哈乘以这个13×14嘛，2×7 14，所以91。这个是第91项。好，再下一项吧，下一项就是吧，下一项这个对称的嘛，这个对称过来就是 A， 13E。我从13E 啊一直加，在12E，再是11E3，这样一直到达13。那再下一项多少呢？下一项就是那个 A14E 啊。H41 是第92项，那现在要找那个第98项的。第98项的话，哈，哎，这是第92项的，那你再加6项，你说一的话加6，第98项多少？一加6是7啊。啊，14要减多少呢？减那个6，14减6多少？14减6就是8了。啊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 A I J 等于195的话，哈，这一项是等到，这一项事实上是等于 A87啊，所以哈、哦、，I J 就等于多少 ？I J 哈、哦，事实上是等于8跟7啊。